烤麸是一种传统的中国美食，是用面粉制成的面筋，经过油炸、切片、烘前后的产品。烤麸有着香脆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，可以作为零食或是菜肴的配料。烤麸的做法很简单，只需要将烤麸切成小块，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，捞出后沾上芝麻、花生碎、辣椒粉等调味料，就可以享用了。烤麸不仅美味，还有助于消化、补血、降血压等功效，是一种适合各种人群的美食。